在台大有玩什么社团？我之前有淡颜色。淡颜色。你很爱吃哦。对，爱吃甜的。爱吃甜的，好，我记起来，我下次会记得买给你。好。我下次会记得买给你。好。好，那淡颜色是自己做蛋糕吗？就是会有人在前面做，然后。那你负责吃。不是，会有人在前面教。然后一组一组这样做。所以你会做蛋糕？你们几学分啊？必修、毕业学分几学分？毕业学分130几分，就是全部。对，那必修呢？必修，但是大一蛮少的，大一上学期9学分，下学期6学分，但是大二全部的话，应该上下加起来有20-30。差那么多、啊，你。学长起来同学好多朋友，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就是有考生的，因为学校可能还是有差，然后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有考上，对，然后没有考上的话可以去做公司的法务或是法助。考上的意思是考上律师或是司法官，所以大部分你们同学还是往律师、司法官、检察官这些啊，对，比较少往外发展。那律师不是有很多种吗？你会倾向于哪一种类型的律师？律师一般一开始好像不太会分，就是事务所接什么案就接什么案。对，但我可能会比较，就是可以自己决定之后，可能会想要偏刑事或是家事的律师，对，就跟民事上面会有兴趣。刑事的话，该不会你想看尸体这个烂理由吧？没有，就可能刑事可以去调查一些很酷的证据。那民事的话，那家庭呢？家事就是想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妇女去打离婚诉讼或者打家暴诉讼。他超有爱心的，我超喜欢他的，真的，我是打自内心，真是打自内心讲的。对，因为从你教学的那个样貌，还有一开始我们面试的时候见面，我就这样觉得，知道今天的。真的，我没有在开玩笑啊！我觉得早上我就没有那样讲。早上的同学不要听。哈哈，开玩笑的、啊。发自内心。对啊，都发自内心的啊，对啊，好。开心。你现在读到现在，你会后悔读台大法律系吗？我觉得我没有后悔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法律系很可以多学一些别的东西，不然你就一直在那个太过专业，然后会这太多一样的字会很无聊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进来综合型大学资源很多，真的可以去多学一点别的，然后去结合别的专业，不然你之后就只一直讲法律的事情，你也不懂人家的专业，然后你去帮他打辩论的时候，你也不懂人家到底在干嘛。对，我觉得这想法超级好的。如果真的有想来念法律系的，就是学弟妹都可以就是来问我一些问题，或是
电视。对对对，就表演练什么劝君莫读白日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我真的觉得，我之前这四年真的觉得，我们学校老师真的非常非常认真，然后是真的很想要改变这个司法体制，想要帮助很多人。那我觉得是可以学到非常非常非常多东西，所以就是国考就是一个难关啦。但是相信如果你有热忱的话，你一定考得过的。嗯，好，加油！谢谢。谢谢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拜托，谢啦。